22，我刚才看见22。早晨出来找餐馆吃饭了。好地方，溜达溜达。一会儿吃完饭上这儿来溜达溜达。看这个雾，天人水雾都看着。我一年多干点，年底 CEO 就听炮的都排队。咱们今天去那个叫丹顶，还没开始上班呢。然后看那块有个人搁那个杆儿，搁马路中间那站着。爬楼梯过去了，看着没有你们 ？Speed away， 那有小车搁上面。8点到11点，7点半到12点这种。好丰盛啊！来个 smoothie 吧，给你来个超市的绿。这早餐种类不少呢。Hello, how are you? Good. Good. Would you like some coffee to get started? Yeah, sure. 爸，喝点，来点咖啡啊。Yeah. 咖啡。来。Four. Four.For her, she wanted this one. This one, I think, is a little bit more chill. Oh, this is a big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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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Wow, this is a big one. I know, I know. I suddenly thought of this. This is a big one. This is a big one. This is a big one.今儿早饭吃晚了，我今干活6点半7点来钟就吃，现在都8点多了。看大家点的，哇，都非常大份儿。这个早饭也挺贵的啊。啊，一份20块钱，平均20啊，人均。平均20。对。这样是真。放着吧。本金是118，完得给点小费。这又是昨天那大儿子拿钱。请老子爸老妈的，花两顿了，谢谢了啊！挣钱了吗？你出来吃呗。哎呦，我心疼啊！姑娘心疼了，两顿，昨晚一顿花300块。心疼，只有这个能吃。哎，我刚吃网蒙了，蹭蒙了还不知道了。对，你要是有点这个，我这个什么心疼、脑袋疼，哪儿都不疼了。行了，我看。大雷来，让儿子请客。哎，这早餐店真大哈。啊，这边还有，这是连锁的，收款加元美元都收，按汇率算。猴哥，出来玩了咋样？开心，这多好啊！这就是尼亚加拉瀑布小镇，这是一早晨的9点半，可能下午的人呢特别多。这是我们刚吃完早餐，你看这小镇，这是美国人开的，美国的饭量特别大，我强吃了一大盘子。猴哥又看着啥了？正溜达卖灯的。啊？这是旅游纪念品商店，这东西都不一样。这些亚洲。还没开门呢，这都几点了？9点，快10点了，还没开门。这灯真好看。旅游纪念品、你看这晚上呢，是挺好看。这都是中东那边风格的。这盘子，看盘，照不清楚。这吃饭的我都没插眼了。看啥呢？刚上班。这车胎是轨道啊？不是，装饰物。这小车上那顶上，那是、啊、对，你待会儿坐去吧。都加油呗，油就加满了呗，没事。那你儿子搁那弯德兰德给家拉整，再做不了，那俺家做不了了。猴哥把脖子都拧了，开始上人了。这什么新冠，什么猴痘啊，根本没人在乎，所有人几乎都不戴口罩。